来自大天使迈克尔信息。关于至日庆典，在冉冉升起的光芒中。通灵，艾利亚米拉。亲爱的亲人们，向你们问好。我是大天使迈克尔。我们很高兴现在以这种方式与您联系。今天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至日庆典，一个现场直播的全球活动，我们将在其中与您分享传输和激活能量，支持您，这样子你就可以轻松、快乐、优雅地沐浴在冉冉升起的光芒中。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你将在你的世界和你的个人能量场中体验到能量的加速，能量在上升，所有的生命都在尽可能地进入更高的光，你可以允许它，你可以允许这种进化到更高意识状态的体验，并体验这种变革性的展开，通过驾驭传入的太阳能波和从行星场发出的新谐波。你可以心甘情愿地有意识地向你存在的充实敞开，并学习如何成为有意识的创造者和你来到这里的深思熟虑的接受者。神圣的人们，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最终的团聚，能量的终极觉醒和转化。您来到这里就知道您的进入可能会有点或很多颠簸，并且您会忘记自己是谁。您来到这里，相信您会记住并重新建立联系。你会让你内在的光吸引你向内和向上。你知晓，你的愿望会唤醒你内心的好奇心，去了解更多关于如何有目的地创造你的体验。你知晓，当你与真正的自己不协调时，你会感觉到并感觉到你内在的能量分离，并且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内在的指导系统，你自己的更高之光在你之内的存在使之成为可能。你们每个人现在都存在于动态扩展和提升光的领域中。你正在打开你的人类 DNA, 新的能力，你周围的世界是新的。这里有更多维度的体验，现在可用。在地球上生活、感知和共同创造的菜单正在扩展，快速而显著。现在是在内部对齐的时候了。培养内心的和谐，并将振动石箱认作是你的源头的石箱。当你允许它流动时，你可以获得的神圣供应是如此丰富，充满了爱和幸福。你被从内在召唤，打开并允许一个扩展的灵在，一个扩展的神圣之光、更高之光的场域，被你内化和具体化。这是时代的转变，期待已久，现在进入新的成果阶段。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时间的动态将发生巨大变化。如此重要的是，你要学会自信地与你所示的一切联系，因为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在这种取向中，你会发现流动、轻松、优雅和快乐，并成为爱和完整的散发存在世界。你会发现它如此有趣和自然，它会让你如释重负，因为你内在的更高之光成为你，吸引你向内和向上，你转变到一个新的存在状态，就在这里。加入已经出现的地球，并进入一个新的表达八度音阶。神圣的人们，现在是时候让你完全效忠于你内在的源头，向你自己内心深处的存在敞开心扉，向你与生俱来的权力的爱、知识、喜悦和幸福敞开心扉。神圣的你来到这里，是为了接收你自己创造力的显化体验。成为一个允许的存在，他专注、意图、选择和接收，并在所有这一切中，将现状转变为你认为的地球天堂。你们每个人都在这里，贡献你的愿景、你的知识、
世界如何在更高的光中被重新构建，并成为你的知识感，更美丽，更和谐，更包容，更能反映万物一体和你知道这一点的方式。亲爱的人们，这就是现在的游戏名称。这就是你现在被呼唤进入的。与你自己的内在存在的快乐共同创造，你的一切源头正在流向你，这样你就可以在这里展示和体现你存在的真相。为了他的快乐，为了他的爱，为了将所有生命从分离和除了神性、合一和爱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幻觉中解放出来。这是你的时间，现在是你沐浴和敞开流入并在你内在升起的更高之光，并让它告知你是谁，以及你如何存在于此的时间。让它在你内在开启新的能力，去感知和识别地球上和你体验中更高维度层面的存在，并开始在一种完整和快乐的创造力状态中发挥作用。我们正在与你一起庆祝所有这一切，并邀请你加入我们这个六月至日星号译注指六月二十一日的夏至。现在这个令人惊叹和最美丽的时刻，阳生越来越充分的再现，对于那些有眼睛和耳朵的人听到，对于那些准备好允许更多并意识到你在这里真正是谁的人，新的曙光就在你身上，这取决于你在这里认领它，心甘情愿地承认它，并进入新的存在方式。现在，形式的演变，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在你的内在打开一种新的意识，让你了解此时在你的星球上、地球上你可以获得什么。地球已经膨胀扩展和升起，它存在于更高维度的表达中，并且处于扩展到更高光表达的新开端。在这种转变的体验中有巨大的快乐和热情，这些频率可供您使用，感受它们，并将它们用作门口，认领它们，与它们结盟，因为这样做对你有好处，也可以提升你与地球更高表达的共鸣。当你允许自己被提升到这个广阔的领域并在那里休息时，感受新奇和喜悦、兴奋和扩展，你将这些新的频率注入自己，这些更高光、爱、合一和无限扩展的美味能量。壮丽的，这些频率也来自地球，因为随着这个新开始的展开，你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现在已经从地球接收到新谐波频率的注入，并通过你的身体和与你的星球的一体性连接与它们能量调频。你们中的一些人们注意到的疲劳和需要如此深的睡眠，是您学习如何将这些频率整合到您的人体能量系统中，并允许他们通知您的一种方式。这些新的地球谐波向上散发，通过你的脚底流入你的体内，它们存在于你呼吸的空气中，地球领域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受到这些扩展丰富的谐波频率的影响。你的身体与行星场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很容易很轻易吸收这些频率。您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并且在您这样做的同时，让自己认识到正在进行的事情。您可能会感觉不太清晰，更空旷，需要更多休息，并且对您的某些内在联系缺乏信心，但那是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扩展、提升、转变、敞开心扉。你的身心正在发展新的能力来转化振动，去感知现在可用的东西。随着地球继续扩展到更高的光中，正在出现和正在出现的东西不断增加。你
意思是你的意识散发到这个身体，并与这个身体结合，成为你认为的人类体验。这种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自然地开放和提升这些新的地球谐波。是的，有些人可能会像抵制任何未知事物一样抵制它，这可能会干扰你的身体吸收新频率的能力。但如果你培养开放和轻松、放松、内在和谐、对齐和快乐，你会没事的。你会知晓你需要什么，尊重它，相信你具身的智慧，一点一滴，一步一脚印的学习，定位到你的振动场、你的能量和充满活力的实相。因为这是真正的实相，如果你定位到那里，即使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也会有一个稳定的连接状态，你会感受到一种快乐的扩展和与这种流动的连接。你会感受到能量的持续扩张和持续提升能量。因为在这个方向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因为合一性向内和向上吸引，它是一切。在你和你的身体内正在进化的东西，最终将帮助你不仅以新的方式转化这些能量，而且以新的方式感知物质。现在在你们的世界中有很多新的存在，但你们进出地球已经扩展到的这个更高维度的平面，你们也在学习扩展到这个平面。把这想象成在地球上的频率菜单，刚刚获得了整个更高八度的表达和体验。因此，您在频率表达的上带宽中的选择范围得到了显著扩展和扩展。这意味着，在你允许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与你的存在的丰满生活在更大的和谐和共鸣中，然后吸引力法则为你产生动力，使这越来越容易，让你感受到这个新的频率表达更加轻松和连续，它成为一种新的、更正常的存在状态。这种与 5D 地球领域的意识连续性，一直存在于你自己更大的整体性中，你存在的丰满和地球的行星场正在将你提升到更高的光中，从内在如你允许的那样，你可以想象它好像你的更高层次正在进入形式世界，而形式世界正在向上发展，而你允许这一切通过成为爱和光与智慧，轻松而优雅地促进它，通过无条件的爱和知晓你真正是谁，无限的光，并专注于此，以此为导向。对此有感触，越来越多的内在知晓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升的事情。你不需要弄明白，您的光体有一个完整的进化和激活程序，他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所以你不需要弄明白，但你在扬升中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的角色是与内在保持一致，学习如何通过感觉与你所示的一切和你所成为的一切产生共鸣。当你处于这种状态时，你会感觉很好，那是你的指示，你感到快乐，你觉得爱，你觉得安心，内心安宁和谐。你敏锐地意识到你周围的美丽，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以及当下令人难以置信的秩序与和谐。当你与你所示的一切共鸣时，你就会清晰、平静、集中和连接。你已经摆脱了之前分离和信仰的范式和能量体验，从而摆脱了让你认为你需要完成一些事情才能提升、拥有你想要的、得到你想要的、感到平静的体验。但事实上，精神成长从来都不是关于成就，更多的是关于放手和调整内在。
感受内心的和谐与共鸣，然后放松、放手。我们认为这是在内部对其已允许神圣流动。你所示的能量正在流入这个你认为是你的生命的人类能量系统，而那种能量正在为你注入更高的光。每当你冥想时，每当你停止思考并简单的允许流动时，你就会得到提升。只是允许流动，你就会被提升。你的神圣自我，你存在的丰满，正在流入你具身的存在领域，并为你注入更高振动频率的光。这个更高的光，高等之光，是智慧的和有知识的。他知道如何，他知道时间和方式，以及何时。他知道什么和是谁。他知道，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你允许他，你会知晓的。然后，您就会知晓，在为您服务时需要注意什么。你会收到内在的指引，知晓什么时候该行动了，或者什么时候你需要知道在你需要的地方发挥你的作用，在宇宙之舞这个巨大而动态发展的完美中合作。总是有那么多事情发生，而且都是精心策划的。尽管许多人进进出出，但事情仍然总是以神圣的秩序与和谐展开。即使整个行星场都在升级转变，你的体验中仍有如此多的幸福和如此多的稳定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光与形式的振动表达。请知晓这一点真是太神奇了，太美了。去感受这个，让它让你安心，给你内心的平静、安慰、肯定感和喜悦感。你的神圣本我在指引你前进的每一步，他知道你一直在哪里，也知道你要去哪儿。每时每刻，他都在你内在校准，为你提供服务你的东西，这样你也可以校准，并与你所示的一切融合，并从你自己的更大整体性的这个非常插入和同步的方面中受益，那存在于你之内。他在这里指导你，他在这里给你你需要的一切，它是一切事物来到你面前的管道。它总是在你的内心吸引着你，把你意愿的、你选择的、你明确表示你喜欢的。当你允许自己在与你的内在存在对齐和频率共振的状态下了解生活时，当你处于这种状态时，你感觉很好。这是你的暗示，你内在的完整存在，然后你会感到快乐，你感到有爱，你感到平静和喜悦，你会感到轻松、舒适、幸福和自在，你感到非常快乐，你感到敏锐地意识到你周围的美，意识到有多少事情正朝着你的方向发展，意识到此刻难以置信的秩序与和谐。喜悦是你现在和永远都可以获得的更高的统一状态的标志，与所有的一切和你的一切，现在。现在，这些内在和谐与合一的状态，也是你提升的灵在成为可能。它们将你带到更高的光和爱与智慧中，并使你与新的地球频率产生共振，随着这种频率变得越来越频繁和积累，每次你处于更高的光中时，它都会增加你的体验。随着这些加起来，你将开始意识到比你在这一生中经历过的更多的东西。地球上的生命正在发生变化，它也在开放。对于那些在内在调整自己的人来说，他们正在允许新的地球频率整合并通知他们，将他们的人类能量系统转变为一种能够以新的、更高的方式存在、表达、翻译和感知的能量系统。
你的身体正在成为一个活跃的光体，它正在打开和传播。这个钻石光场是你更高的光之灵在，正在为你们中的那些积极调整内在，并培养内心的平静、喜悦、神圣的爱而上线，无条件的做任何，这些都是最伟大的加速器和解放者过时的模式、信念、方向和 3D 世界的影响正在逐渐消失。地球已经进入更高的光。我们当然一直看到这个版本的地球，但当我们这么说时，发生的事情是，未来正在与过去汇合，而桥接时间就在这里。期待，看向你要去的地方。我们知道，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您知晓，您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看起来像。那么事实上，你怎么能朝它看？仰望爱，仰望平和，仰望美丽，仰望神圣秩序和内在和谐，寻找幸福、丰富、平衡、扩展和轻松，看向喜悦、成就感和感觉更轻盈，感觉与你的一切和一切万有越来越一致，看看这个世界，以新的方式向你展示，看向生活，打开你的内在，打开你的感知，随着这打开形式的世界也变得比你以前注意到的更生动、更光彩、更丰富的层次，和现在你曾经是。时间也在变化，但稍后会更多。哈哈，感受你内在的真相，相信你内心的了解，开始更多的认同内在光、震动、意识和知识的世界，并让外部世界随着你稳定地保持知识和神圣供应的内在联系而进化。请享受旅程。我们很爱你。我们完成了。我们是天使。大天使迈克尔与艾利亚 Ashura， 神圣的银河巨龙和光之议会。我们祝您度过最美好的一天。来自大天使迈克尔的祝福。 I am Archangel Michael。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